光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举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意义，行星级，还有行星级的联赛吗？联赛一共分好几个等级呢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菜鸟，流星联赛只是初级的业余联赛，行星联赛才是正式的职业联赛，而且上面还有最高级的恒星联赛。一看就知道你不懂。而且我们是以全胜的姿态进入行星级联赛的队伍的。全胜，羡慕吧，猪猪侠。我才不羡慕呢，我们很快就追上你们的步伐。等一会儿我们有一场热身赛，有时间就留下来看看吧。热身赛，好啊，我想看。八号场等着你们。教练，超人队的对手很强吗？超人强看起来很严肃哦。萝莉队是行星级的老队伍，实力很不错，经验绝对比超人队丰富。超人强应该也察觉到这一点了吧。热身运动预备起。哇，他们好有活力哦。波比，你在干嘛？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呀。跳得不错嘛，超人强队长。谢谢。你们是全胜姿态进入了行星联赛，那就给我们看看你们的实力吧。不愧是行星联赛的老队，一开场就不打算给对手喘息的机会。哼，让我来。老大，做得好，波比。好啊，果然是这样。
不是说热身赛吗？怎么一开场就打得这么激烈呀？怎么被吓到了？没有，只是有点意外。打个热身赛而已嘛，他们也太拼了。你尝试把自己带入进去，想象你自己正在和他们打比赛。哦，把自己带入进去。哼。心守护。有点意思，和小呆呆的以柔制刚效果一样。啊，我有那么厉害吗？哼，做得好，微微。哼。你盯着我干嘛？博比，注意防守。哼，蔷薇火炮。如果是我，我能接下这球吗？哼，开花吧，野蔷薇。什么？波比，专心防御。上半场结束，比分1-0，萝莉队暂时领先。只不过是场热身赛，要不要这么夸张啊？在行星级联赛中，以超人队的实力可以轻松打败很多队伍，但他们为了测试自己行星级别的水平，硬要找一队经验老道的萝莉队来打热身赛。而萝莉队要证明自己在行星级联赛的地位，无论对方是新手还是老队，他们也是拼尽了全力才打。猪猪侠，你说一场普通的热身赛，放松愉快的玩也能达到热身的目的，为什么要打得这么拼命呢？因为他们都不想输。下半场开始，请双方选手准备。萝莉队发球。上半场估计已经耗尽了不少体力，前几球将会是制胜的关键。蔷薇花园。超人墙被困住了，看你往哪儿躲。来吧，硬碰硬我还从来没怕过，钻石必来。强的防御可是流星联赛里数一数二的，萝莉队真是太大意了。哼，我想不会那么简单。开花吧。萝莉队太厉害了，超人墙的钻石壁垒反而使得他走不出来。虽然只是热身赛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对战术的安排花了不少功夫呢。我太大意了。超人墙选手淘汰，萝莉队得1分。微微，他们一定会猛攻你，你自己要小心。
明白。最后一刻都绝不认输。你要记住，当你穿上球衣时，你就是一名绝境球手。必须认真打好每一场球赛。明白了。谢谢，在你们的身上我们学习了很多。希望正式比赛上能再次碰上你们。真不愧是全胜进入行星级联赛的队伍，打得非常漂亮。萝莉队确实很强，但下次遇到他们我们一定能赢。大丸子的球技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嘛。他可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呀。队里的秘密武器在热身赛里就暴露了。这不太好吧。无所谓，我们只会越战越勇，越来越强。猪猪侠，你听到了吗？这小子又跑哪儿去了？菲菲，菲菲，菲菲！菲菲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球打得不好，练习又不够，比赛态度也不端正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明白了，早上的事你不要生气了。请和我一起练习绝境球吧。你明白了什么？作为一名绝境球手，不想输掉任何一场比赛，这才是真正的比赛精神。50组标准传球，做完了再来训练。是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偶尔失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勇气来帮忙，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